写出对伊的感情，吐爱用办法让做的发出伊的情，爱爱用办公让做的讲出对伊的懊恼，讲爱用办床让做的床出伊秋妈妈，你以前做那个运动，你懂分析？你有做那个吗？早上做气功班呐、气功班呐、晚上跳舞，还有自己打槌球了。有时候有比赛啊，有什么？还有是。有一段路子唱日本歌了，还有学一些跳日本舞，都很久没有了，很久没有去讲台了。所以那个时候你很开心是吗？